怕了啊！好了，预备，等一下，我脸全部下去是吧？对，加油，加油！哎，来喽，走，来预备，来一二三，刷，快！一二三，快！好，好嘞，转转转转。这样可以。好嘞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来，兄弟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。预备。大家加油！预备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起。看，拉，操作，哇哦，一二三，他，那个，空翻你会过的啊？嗯，会，空翻一转，直接这空翻就挂着，蹦就挂上去。来，来，给高度看看。来，挂，空翻，空翻，好。好嘞，哥，不行，你放腿，放腿就行了。一、二、三，起！一、二、三，拉！非常开心，今天能在这里拍大夜，我的心情现在特别好。棒棒，棒！别太松啊！快快快快，顺势落。喂，你经常这样，话说到一半就偷袭啊？当然啊，我是流氓啊，我也不是想杀你。就是让你不能动，先跟我回去，然后慢慢修复这个灵石。我不是说了我无能为力了吗？不要这么急着拒绝嘛。你一个人无能为力，我们两个可以交流探讨一下呀。这俗话说得好，宁可得罪好汉，不可得罪流氓。说的就是你，我不跟你打，换个人来。你说这是不是叫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？把剑给我，子剑你不配。将在，这剑名字与你当真绝配啊！退后，这里不用你。不需要我。
啊，走。哎，看来那里肯定需要我。嗯。厉害呀！那是，韩光君当然厉害了，他只是不喜欢显摆，可低调了，对吧？你是在问我吗？难道你觉得韩光君不厉害吗？厉害，当然好厉害，他最厉害。韩光君，哎，我们先走了，这里交给你了。走。昨晚他明显是要告诉我们什么紧急的东西，但是又表达不出来。但薛洋一来，他就立刻消失了，八成是在躲避薛洋。总之，他和薛洋绝对不是一伙的。薛洋，当年杀害常氏的薛洋吗？他没死吗？怎么又有薛洋了？不是小星辰和宋兰吗？这个我待会儿再解释。总之，韩光君打的不是小星辰，而是薛洋假扮的。来都来了，进去吧。这里就是那种义庄，停放死人的地方。没错，一般无人认领的尸体都会被存放到这里来。他把我们带到这儿来干什么？难道这个地方就不会被傀儡包围吗？他自己又跑哪儿去了？